淋湿了天空，雨淋湿了天空，回得很讲究。你说你不懂，为何在这时牵手？女朋友，跟我回家吃饭去。什么情况？是卡门吗？你是？我是你的粉丝啦，我从几百粉丝关注到现在，我能跟你拍张照吗？哦，卡门，我能跟你打场比赛吗？可以啊，你会打吗？我可是大学里的羽毛球冠军，那时候可多女孩子给我送水呢，我特别强。羽毛球冠军啊，那还挺厉害的。要是我赢了你，你就做我女朋友吧。要是你赢了我，我就做你男朋友。等会儿让我捋一下，要是我赢了你，你就做我女朋友。我咋有点乱呢，搞不清楚，你让我捋明白行吗？我咋捋不明白？别捋了，别捋了，快开始吧。先上个厕所啊，感觉他挺强的，有点紧张我。女朋友，跟我回家吃饭去。什么情况？我不是赢了吗？所以你是我女朋友了，快走吧。等一下，我还没答应呢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